上分享了一段儿子的视频，视频中的萌娃咬牙学语，学叫妈妈的样子十分认真，人小鬼大。猛发网友李小鹏配文说：“嘿，小伙子，叫妈妈。”网友纷纷表示：“太可爱了，弟弟越来越可爱了，和奥利一样萌。”对于萌娃，大家都是既没有抵抗力的，甚至有的网友表示看了想结婚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Can you say 妈妈？爸爸。爸爸。